赶，所以广告的时间都不够。那但是我们还是继续啊，我们现在等一下开放给各位来宾开客串，我们不是是唱 live 的，所以如果你要唱歌，请写一个条子交给我，等一下我照顺序让大家在现场唱，我会提供你歌词，也会帮你唱，如果你唱好的话，我可以帮你唱。那我们尽量大家在这边开心啊，我们先做稍微休息一下，我们等一下开始我们的音乐节目啊，谢谢各位。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掌声。我们把节目交给你的 Belinda。是不是这样？